来到现场，所以他们也很清楚了。对，做一个不去慢斗，哇，这个球投手过去做补位，来不及了，哇，打击的罗培泽这一个球是可以说相当技巧性的一个偷点。对，而且点的位置又好，那我们也看到罗培泽那个冲刺的过程，他是超越了胡俊麟，所以这个球啦，要做补位，稍微慢了一点。确实，真的就慢了这么半步了。